等一下，我已经在绕他们的山，啊，走山走山，本头屯，有人来了，有人来了，好，回去了。哦，那个团团在这，团团，你小心，好，你看，你放技能，放技能，放技能。哎、欸，我们家小心，家里有人，家里有吗？我来，我刚出，我刚出门，我刚出门哦、啊，为了救你，啊、为了救你，我的那，哎、欸，家里好痛啊！啊，到了，我的那个。不见了你以后自己顾好自己咯，我不顾看顾你，结果拍谁拍谁，因为我的刚刚那个稿有掉，掉什么？可是那个矿工矿物不会掉是不是？还是会还是会会被吃掉，可是不会喷出来吧？我刚刚好像有喷出来，是不是、啊？有喷有喷，我上一场有喷出来，哎、欸，隐形喽隐形喽，又晚上哦。晚上了，你换个角度想，你一定打得赢他们。他们也都来了，他们也都来了，一堆人来了，他们潜过来了。家里小心，那进攻的也准备。有，我在进攻喽。哼、欸。有人，有人。家里，没事没事。你补厚一点，你补厚一点。你为什么又补？你没有方块吗？我去用。哦，你说补这个、哦，我有。有人在进攻吗？有我。哎，啊，他是刚复活的，是不是？我搞都还没办法用到啊！我想挖啊！我这样讲，刚刚你有那个了吗？刚刚有人过去了哦。好，我有什么？绿宝石够了吗？绿宝石还不够。绿宝石几颗啊？我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看一下，四而已。我带着去挖。我在挖了，我在挖了，我在挖，我在挖，我在挖。好，我稍微帮一下泱泱，你可以丢一些掉落物看有没有？丢什么？掉落物。你扔经验，你扔经验瓶啊！啊！地牛，地牛，地牛翻身，地牛翻身，知道干嘛？地牛就是一直扣血，一直扣血。哦。嗯。地震逃命啊！我们家里有人，泱泱总出来了。泱泱，家里，不是你出来要说啊！我要死了！我差点被地牛弄死。你出来要讲，稍微讲一下，要稍微讲一下。家里一个，有干掉。我可以不要挖金吗？你就可以啊，可以啊，你就以那个绿宝石为主。因为我要边看有没有人。嗯，不用怕，不用怕，你就先挖绿宝石为主。我帮你看，帮你看。经验品是要用怎么换？用绿宝石，用绿宝石。啊、哦，算了，贵。难用木头之类的。这里，养几颗了？几颗了？十三。你都走了？那、啊、你为什么要走？为什么要走？不是，因为我想说，我放在身上不是容易掉吗？不会，你就持续挖，你持续挖，那一格而已， okay. 不容易啊，不容易。OK。嗯，就挖到挖满三十颗，我们也帮你看，好不好？抢着先机，矿物区，我手夹，矿物封锁。对，我现在变得很混乱。你说小鸡吗？对，小鸡现在非常的暴躁。嗑药。速度了。哎，中间，好，我来打小鸡，中间两个人哦。干掉一个，还有绿宝石，错了，我再掉下去。喂、哎、啊，输了，中间了，啊，我斧头没了，我已经，哎，那个矿物要被封锁喽。好、啊，看你能挖多少。哎呀，啊、封锁了。然后有铁吗？一些铁。铁在那个箱子里面，那个家那边。你，哎、欸、咦，进、欸、不去呀、yeah ？哎呦，看到，就21，还差9个绿宝石。晚一点再来。附魔台啊？有附魔台吗？你要效率高吗？是不是？对，我有一个，我有一把，我效率二的给你好不好？
好，金镐，小小二金镐。那我们去买个药水了。空还有多久啊？哇啊，这里这里。好，走走走走，快来晚上了。OK OK， 我要开始紧张了。晚上你就可以守家了，晚上守家。嗯，吃蛋糕大赛正面效果。就是买完吃完差不多就。隐形喽，隐形喽！哦，没有没有没有。别喜欢小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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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跑啊！走捷径哇！你这样想回家？哎、欸，要多靠近才会赎罪啊？哦，有人。你要靠很，你要贴在他旁边，因为现在赎不了罪。没有小雨就来打一拳。哦，这样就有了。声音哦，小雨你又不是打你，气死啊！晚上了，晚上了，来了来了来了，来了吗？狼要来了，听到声音了，我听到声音。哦，我看到这边，这边刚有一个发光的，发光，发光一下下而已。有，还打了一些草。那我先帮你们守一下。可以，有时候我在里面，我在里面。好，表示他是你背后啊。哦，是因为背后哦，丢一些掉落物来，哇，感觉是在挖下面，没关系，哇，比数很靠近哦，嗯，你们有人冲啊？哦，是是是是是，有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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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六六六六六六六，挖起来挖起来，六六六六六，耶 ，OK， 右下，二三，可以吗？开心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啊，差一下，可惜。哎、欸，我按到搞爆了，搞被没收了。收好，你收好，我去外面打。我搞一被没收了。你干嘛跑出来？没有，要走掉，要走掉。一样。啊，如果是两个人嘞？没有，我在骗你。一样，说过你出来要讲，很温馨。对对对，有就讲一下。对，我很温柔咯。好了，你安全，你安全。小雨来了。小雨，小雨。小雨，你现行的，你知道吗？哦，三个人，三个人都来了，都来了，都来了，你们小心哦！啊，在家，在家。小雨，小雨，臭小雨，哇，好痛，好痛！我这边有一个，哎、欸，爷爷身上喷东西。好，你收好，你收好，你收好。有，有啊，还有人哦，还有人哦。可以，可以，布拉格。他被巴西猪队友在追啊！哎、欸，追我！好，你打，你打，你打，我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我两个队友，干掉，干掉，干掉！我有两个队友，等一下。核心，补核心。哦，没打到，可恶！哦，杰瑞在旁边、哦。杰瑞在旁边哦。小雨在旁边哦。好，啊，然后你记得，就是如果被挖掉，你要再把 OK 中间给补回来。哦，我有。对，我补了，我补了。我打小雨打到剑爆啦！繁星点点。剑爆啦！剑爆啦！要吗？要吗？要再继续挖绿宝石吗？你都差一点了。你去挖，你去挖，我守家。不过你要留一把刀给我啊！不然你先给我你的铁镐。Hello， 妹子。哦。铁镐借我。妹子就、哦、妹子，有反应了，有反应了。猪队友好难打哦。不是，我想问你在叫谁？妹子。走开。妹子哦。走开。哦、叫我吗？哦、叫我。哇，他们一直在繁星点点。这次是什么效果？罪恶之大幅减少，已经很少了啦。嗯。哎呦，不要留我一个人在家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就回去了。好难。干嘛啦？不要乱撒娇。室友，室友，安静，室友。会怕吗？不要怕，不要怕。没有没有，我们都有帮你看、啊。来来来，你可以去了。你干掉一个，干掉一个。来来来，微微赚分。搞还你，搞还你。其实我另外一只呢，你可以收着。我不要，需要一点食物。好，我去挖。我不拉哥干嘛？决战吗？小朋友才拿剑，哇，好痛，好痛，好痛！大朋友，大朋友，对不起啊，大朋友。他们在哪里啊？中间吗？剑好强，他以为小朋友才拿剑，哇，小朋友不得了，这个小朋友很凶啊，不得了，小朋友。是个奇才。
你可以帮我挖一点，我自己挖黄金。对 ，OK。黄金，你去挖绿宝石，你去挖绿宝石。家里有，家里有。你知道？我差一个哦，有了，有30个，30个。啊，去发光，去发光。啊？哦，你说那个天眼吗？对。Okay、也差不多快晚上了。家里有人哦。啊，来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他目前不知道我在哪里。哎呦，我摔到了。有看到，看到，我看到了，六哦。哎。干掉干掉干掉！天眼是买下去就有用，还是我还要用？买下去就有用。那我法师，法师，我这里交易所的法师，现在用吗？可以可以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好，我是听到活塞的声音哎，没关系，要用天眼了。天眼可以召集令这个。对对对，是啊，没事啦，要完成是要完你们这群牛够派耶、欸、！OK 啊，这样就可以那个穿一些装备去杀人啦！赶快赶快赶快挖，那我就可以安心挖矿了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好想你，好想你，来喽！又隐形了，我隐形，我又来，我又来了。他们隐形的假装自己隐形过来了，他们发光。繁星帅甜甜，每步有发光，都看星星叔叔。没装备，哎、欸，家里加一个，加里一个，冲啊冲啊！小雨，小雨，这是小雨的 skin， 这是小雨的 skin。我在打他，我这个挖等一下，睡睡睡睡睡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有狼哦，还有还有还有，后面还有一个，一滴血一滴血了，哈基加油！哇哇哇哇哇，有了有了，叮叮当当叮叮当当，家里没事家里没事，耶、yeah ！你这天眼冰棒是棒在复活后还是在？感谢西帝。有天眼兵在，他们别想要动我们一根汗毛，好可怕、啊！走喽，他们有一个还在爬山啊，在爬山的上啊，跳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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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其实不用了，我们快赢了。这个，这小雨啊，小雨啊，哇，这个亏我都认得啊！你是看到他们在家里跳，我在他们矿坑前面看到你踹过，厉害厉害！在家里跳，请问有谁不是刺客吗？没有，我们就是全部，我们就是要全刺客啊！十个人玩九个刺客，傻眼！一个矿工，那一对谁？只有杨洋是矿工。对啊，不选矿，不选那个刺客，就可以刺客对决了。很想说奇怪，对面也开始越来越多刺客，全玩刺客啊！然后每次晚上的时候，杨洋都说：“你们全部都不见了，我好害怕。”我是十个人玩游戏，怎么只有我一个人？真的吓死！最惨，自己一拳哦，阿基十八当当当，哇，挖不到。对啊，你每次挖开，繁星就看着我。真的，要冲进去里面三个人吓死。想开我们吗？那这是什么东西？哎、欸。乱码，团队杀人数吧，团队吧。哦，第一本书如果没 OP 又看不到，看不到我，你要不要解决？嗯，倒霉鬼，呸！原来是你啊，就是你啊！我觉得我前期都没有掉重要的啦、啊，还很开心，倒霉鬼。我拿斧头拿很开心，然后中路遇到那个一拳，我说：“哼，小朋友才拿剑。”然后就我就被他干掉了。这小朋友，不小心我打死小朋友，被小朋友对不起，被小朋友打死了，一拳超凶的，超痛。不打死你我也很惊讶、啊，可怜只有一拳没有成就、啊。这一定是斧头的年代啊，好痛啊，完全打不过。我也要成就，都没有。好，想隐形吗？想隐形吗？哎呦，哪里呀？想隐形啊！想隐形啊！哎，大家看不到你们，不见了。大家看不到你们了，可以打他了。快打他！快打他！恐怖游戏！穿着装隐形在干嘛？那个拿盾还是谁啊？对决啊！对决！在发起！你还穿鞋子啊？穿着脚胶啊？哎，对啊、哦！哎呦！霸凌的，谢谢看到了，看到了，是谁在霸凌？谁谁谁？
到底是谁？刚刚是谁吃的？不是我。好了，观众场。好，好，就是你杰克。我可以恢复正常的速度了。好，啊、要恢复了。会很不习惯，玩的玩的。真的是，好团团哦！我挖个土，你下来干嘛啊？啊，我其实都一直知道你在下面啊。